他不是说发展早江水道了啊，造福菲律宾的人民了，他就这样给我写了，而且功在社稷嘛，搞造江水道是这样，这些都是鼓励我的啊，就是如果做的比较怎么样，不然呢，如果说要有些种子啊，农民不要买啊，农民怎么样的，受到很多这个艰难的时候。一看到他给我的鼓励，看到这样，那没事，明天一定会更好了。他这个人很朴素，我到他家里啊，他也非常高兴，他也拉小提啊提琴啊，他也喜欢游泳啊，他有时候还会打麻将啊，这个，所以我的交往啊是这样，我过去的话，他非常非常的高兴，最后一次他就拉我的手不放了。他说你做了一个很好的帮我的杂交水，所以我们把这杂交水已经开发到印尼，开发到孟加拉，到印度，到学习一个地方了啊，还有缅甸，所以我们就希望把他的梦把它成真，他的梦了。